蔡总统是一个会反省的政治人物，蔡总统是一个真聪明，会当改变马上找到新的方向的政治人物。咱要勇敢替蔡总统讲话，咱要勇敢替台湾讲话。咱花了三年，我们改善了我们的投资环境，在我们打下基础以后，将来的十年，这个投资的动能都会持续存在。我们的台股的收盘也创下了29年的新高。虽然刚开始很辛苦，也有很多人不谅解，也有很多人攻击我们，但是我们真的在三年多以来，我们挑战了在以前大家都觉得不可能，但是我们都让好了。所以我们会持续的挑战极限，挑战不可能，让不可能变成可能，让台湾会越来越好，让台湾可以脱胎换骨。